太你中介也要五磅的，大概就是。嗯，我们就一共买五磅。OK。嗯。我看这个能力啊，要求一两磅。这本来就两磅。两这个是两磅。本来两磅的。那我又挑上几个哈。嗯，那要求这个是好。三磅差不多了。这个那我还要求好像这个。三磅差不多了。现在是什么？零。嗯。